在座五多位亲友有心，抽空出席梅艳芳小姐的告别礼。对香港、对演艺界、对一班爱锡阿妹的朋友来讲，她可以说是香港的瑰宝，香港的女儿。今次我们失去我们的瑰宝，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在阿妹离开我们之前，她仍然送了一份很珍贵的礼物给我们，就是她的坚强、她的豁达。她面对疾病毫不畏惧，继续积极人生。恳请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香港靖国莲社社长国光大和尚主持梅艳芳女士的诵经洒净封棺说法仪式。同源石榴水，腊月落梅花。开步礼成引发。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即是空。